P736的部分，170公分65公斤，穿的是一个 L 号的尺寸。板袖部分，吊肩五分袖，这款的胸围就很夸张，大概离我身体应该15公分左右了。下摆这个宽度应该就会看得出来，它的宽度非常非常之宽。那异常的部分，下摆圆弧应该也是接近70左右了。DS181刀哥的这个做旧的五分短裤，那面料是单领的。那从版型上，你从画面上应该也看出来，这么的宽，它是一个 oversize 的版型。那腰肌的部分，这次穿的这个 XL 号的尺寸 ，XL 号其实是需要细腰带。那宽松的程度，以我实际试起来感觉的话，买你平常会穿的尺寸就会是这样子。它的腰围其实跟 Dress Fit 的腰围是一样的，那差别就在于它的版型做得非常非常之宽，包括裤长也是一样，那已经盖过膝盖，这个应该有5公分左右。那可以用的风格上，这个就走得比较像 Y2K 了。